欢迎来到韩语小迷妹。宋慧乔新剧《黑暗荣耀》话题口碑皆爆棚，近日豆瓣评分也公布该剧的评价分数，《黑暗荣耀》收获平均 8.8 分好成绩，评价狠超宋仲基、财阀家的小儿子，更一举窜上宋慧乔主演韩剧评分排行第二名，而人气剧集《太阳的后裔》竟然才第五，浪漫满屋仅第六，与朴宝剑共演的男朋友擦边拿下第十，冠军真的太经典，难以超越。马上带大家来揭晓宋慧乔主演韩剧豆瓣评分排行名单。宋慧乔主演韩剧豆瓣评分排行 top 10，男朋友 6.8 分。여기가봤어요말레꽃빛이돈좀있어요얼마가있으면될까요맥주한병값男朋友由宋慧乔、朴宝剑领衔主演，剧情讲述酒店代表车秀贤，宋慧乔饰演，与拥有自由灵魂的普通男子金振赫、朴宝剑饰演相恋，面对悬殊的身份差异，在财富与生活之间做出选择的浪漫爱情故事。男朋友是宋慧乔继《太阳的后裔》后再推的新作，与朴宝剑的姐弟恋情话题十足，揪心的虐恋情节更让观众看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虽然收视不如预期，但宋慧乔富有层次的演技表现仍然值得一看。宋慧乔主演韩剧豆瓣评分排行 top 9，那年冬天风在吹 7.5 分。那年冬天风在吹由赵寅成、宋慧乔、金范、郑恩地担纲主演，剧情讲述在孤儿院长大的赌徒无数赵寅成氏身负数十亿债务，于是开始对有注视力障碍的富家女吴英宋慧乔氏动歪脑筋，却意外陷入爱情，一起从生活中找回希望的故事。宋慧乔在剧中完美演活盲人吴英一角，自然细腻的演技大受好评，更因此获得 SBS 演技大赏最优秀女子演技奖。宋慧乔与赵寅成的完美搭配也受到许多粉丝喜爱，棉花糖之吻更被选为2023最经典戏码，两人也因此被冠上氧气情侣的称号。宋慧乔主演韩剧豆瓣评分排行 top 8，情定大饭店 7.8 分。情定大饭店由裴勇俊、金圣友、宋云娥、宋慧乔担纲主演，剧情讲述发生在拥有30年悠长历史的汉城饭店里，有关事业、爱情的故事。虽然作为第二女主角的宋慧乔，在剧中的戏份相对另外三位主演由裴勇俊、金圣友、宋云娥来说少了一些，但大受欢迎的《情定大饭店》仍然让宋慧乔人气再度攀升。宋慧乔主演韩剧豆瓣评分排行 top 7，《Ellen 真爱宣言》7.8 分。Ellen 真爱宣言由李秉宪、宋慧乔、池胜领衔主演，剧情改编自以韩国裔美国职业扑克选手车敏珠为原型的小说，讲述两个男子与一名女子之间在事业、爱情与友情相互纠缠竞争的故事。宋慧乔与李秉宪的 CP 组合让该剧大受欢迎，一度达到 47% 超狂收视，更让宋慧乔首度在 SBS 演技大赏上夺得女子最优秀演技赏，而宋慧乔也因此人气再度飙涨，一举跃升成时下最火红的广告新星，李秉宪也成为了她首任公开认爱的绯闻男友。宋慧乔主演韩剧豆瓣评分排行 top 6，浪漫满屋 8.1 分。널많이좋아해한증우리결혼하자浪漫满屋由宋慧乔、 Rain、 韩恩珍、金圣洙担纲主演，剧情讲述女主角韩智恩、宋慧乔氏在父母留下的美丽大屋 Full House 被卖掉后，与新房东顶级明星李英宰 Rain 氏相遇的浪漫爱情故事。浪漫满屋首播就以超过 20% 的高收视开出红盘，结局时浪漫满屋更以 40.2% 超狂收视完美收官，而宋慧乔也一改以往楚楚可怜的角色形象，以活泼开朗的韩智恩一脚登场，并凭借此剧事业攀上巅峰。宋慧乔主演韩剧豆瓣评分排行 top 5，《太阳的后裔》8.1 分。너를죽이거나
본인이죽을수도있는그런일을한다는거예요太阳的后裔由宋仲基、宋慧乔、金智媛、靳九领衔主演，学校2013导演李英福，鬼怪编剧金银书，女王的教室金元硕作家合作打造。剧情讲述军人与医生两人转返于国外来回相爱的故事。宋慧乔在剧中饰演胸腔外科医生姜慕言，精明能干，却拥有痛苦的童年，活在残酷扭曲的命运中。太阳的后裔不仅让宋慧乔人气再度飙涨，也让男主角宋仲基爆红，而该剧也成为了两人的定情作品，宋宋 CP 一度风靡一时，可惜最后仍离婚收场，童话婚姻正式破局。宋慧乔主演韩剧豆瓣评分排行 TOP4， 他们生活的世界 8.2 分。他们生活的世界由宋慧乔、玄彬担纲主演，剧情以电视剧幕后团队为轴心，讲述电视剧导演之间的事业和爱情故事，并描绘制作现场流注汗水的电视人生活。宋慧乔在剧中饰演备受瞩目的新人导演周俊英，性格直率豪爽，对工作富有热情。这部剧是宋慧乔继《浪漫满屋》爆红后暌违四年才再度接演的韩剧，也不负众望拿下好成绩，宋慧乔更凭借此剧与玄彬擦出爱火。宋慧乔主演韩剧豆瓣评分排行 TOP3， 蓝色生死恋 8.3 分。蓝色生死恋由宋承宪、宋慧乔、袁彬领衔主演，剧情讲述因为疏失而命运挫折的恩熙宋慧乔氏，在一场车祸后的血液检查中被发现真实身份，顿时从幸福美满家庭掉落凡间，成为灰姑娘，并在长大后与当年错认成哥哥的尹俊熙宋承宪氏相恋的故事。宋慧乔在剧中担纲恩熙一角，虽然迎来了两段截然不同的人生，后来还罹患血癌，但却不屈不挠，坚持与命运搏斗。而蓝色生死恋凄美的爱情故事在当时掀起热潮，更以 42.3% 超狂成绩稳坐2000年韩剧收视冠军，超催泪的剧情也让该剧成为经典之作。宋慧乔主演韩剧豆瓣评分排行 TOP2， 黑暗荣耀 8.8 分。죽었다。黑暗荣耀由宋慧乔、李道宪、林志妍、连慧兰等人担纲主演，剧情讲述学生时期受到校园霸凌的女主角宋慧乔氏放弃一切决心复仇，并成为加害者孩子的班导师，展开对加害者及旁观者一连串复仇的故事。 Netflix 黑暗荣耀自上线以来就备受好评，更多日蝉联韩国流量排名第一名宝座，首次挑战复仇题材的宋慧乔完美化身复仇女王，精湛演技也收获高度评价，一场风笑鼓掌戏码更让她演技封神，再创事业巅峰。宋慧乔主演韩剧豆瓣评分排行 TOP1， 顺丰妇产科 9.1 分。혜규야아잠깐만기다려금방돼아니너이옷입고갈거야어1998年推出的《顺丰妇产科》是韩国大受欢迎的家庭喜剧，剧情以妇产科为起点，讲述院长吴志明的家庭与邻里日常，生动描绘了韩国人的生活风貌和幽默的天性。该剧总共播出了682集，并创下平均收视率 25% 超高好成绩。宋慧乔在《顺丰妇产科》中饰演吴家四女儿吴慧乔，是名服装系大学生，个性调皮，对课业一窍不通，但对金钱方面却相当灵敏。而该剧也让宋慧乔正式走红，更让她因此跃升成为女主角，陆续接演了《蓝色生死恋》《蓝色生死恋》等热播韩剧。